各位同心，大家好，老早。恭喜大家哈！明仔载过一天，咱就是台湾民政府的政务官，替家己拍一下手者，做福气的哈！无代无志煞变大官呢哈！所以我嘛替恁足欢喜。咱做大官呢哈，所以基本上。咱来台湾民政府哈，咱上重要的就是对台湾民政府的中心，对秘书长的领导之下，咱一定爱坚持到底，对不？哦，这是目标。然后呢，咱爱提升自己，咱的管理的条件，就是讲咱的伦理道德品格。咱一定嘛是爱来建立，所以呢，咱才会当为老百姓来服务，对无？所以咱若家己讲管理无好势，咱做政务官，咱即马所有4000人拢毋适合做事务官，是政务官的话呢，咱就是一定是主管嘛，吼！咱主管呢，家己。首先一定要管好，咱才有法度去管别人，人才会当甲咱幸福，会当配合咱来治这个国家。所以呢，咱的管理足重要吼。我会去为咱的这个自己提升自己来管理自己，来就是讲咱要安怎来管理别人。那么要管理别人的进程，咱就是讲，咱人甲人的中间人际关系沟通的技巧，就是一定爱了解哦。袂使讲我讲的，就是安尼吼，大家拢爱听我的吼，这绝对袂通的啦。这一下去就你会受到阻碍吼。所以咱的沟通技巧咧吼，就是一种的艺术，阁是一种的口才吼。那么你家己你若无建立好，咱就是讲到处会碰壁哦。沟通的技巧吼，就是讲咱人甲人的之间的吼相处互动的是。时时会产生彼此的误会和伤害，就是讲话，你要跟人讲话沟通的时阵吼，思想拢会冲突，是啥物原因吼？咱爱研究这个原因，所以讲吼，咱讲一定爱有理，无理就是无法度一定会碰壁吼。沟通的这个摩擦呢，造成人与人最大的鸿沟。你若开嘴。一个人就把你动起来，你就说不下去，所以亲密的关系也会随着摩擦而递减，甚至反目成仇。所以讲话足重要诶，咱做啥物代志，拢是伫讲话，即个沟通啊足重要吼。所以咱拢一定爱注意如何增进双方的亲和力跟。互信力哈，必须学得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沟通模式，就是讲你一定爱学一套，讲出来，大家听起来拢足欢喜，大家拢足爱甲你讲话，大家拢爱甲你做伙，足爱看你做代志，安尼来讲吼，即个你讲走遍天下哈，无难事啊。你若是无吼，就是吼到处碰壁吼，你就行不通。安尼你就无法度通做主管吼，做主管你就是会受到阻碍，而且也许会下台吼。来，咱就是讲人际关系就是跟你生活周遭脱不了关系，只要你常微笑，待人亲切，角色要定位。定位你就是自己，你要知道你是谁，
你爱定位，你茫家己定伫讲安尼，我比相拢较悬吼。安尼迄个定位呢吼，叫人逐个拢家己崇拜，那是不可能。吼，那我家己定位，咱诸位拢是我的老师，啊，我伫遮咧是咱来互相学习尔吼，咱来互相研究来注意这个代志，啊，来记伫在心，互咱后摆啊较好过日。他做代志，他会顺事，唔是讲我伫遮讲我的老师，迄下底大家拢足敖的，拢嘛我的老师，所以定位你爱家己定好好势，唔好家己定甲伤过悬安尼啦吼，你讲爱对唔对？吼、哦，啊所以爱尊重人啦吼，啊尊重人袂使讲你上大安尼吼，这个定位呐定了无好势啦吼，你的角色无好势。绝对什么都行不通哈、啊、所以讲学习情绪控管，有效的人际沟通，提升良好关系。所以讲你的情绪，咱的讲话应用啦哈，每一个人思想甲讲话的模式拢无同款，一定吼会听到你无喜欢听的话。那么一人若开嘴吼，啊你听到就在生气啊哈。你的情绪控制了袂好势，你一定会甲人冤家，啊，袂跟人家吵嘴。那安尼来讲吼，你迄个良好的关系，你良好的迄个两个好好到要死的一句话都无去啊，安尼是足无彩的吼。所以讲一定爱注意这个情绪的控管，啊，足侪人。做我讲，冤家就是伊个情绪控过袂。你耳孔听一句话就生气起来，就开始呛烟啊吼。安尼是绝对，就是无法度甲人沟通，啊无法度甲人相处。所以讲，咱上介好个办法就是讲最佳个利己啦吼。你要互工作做了会顺利，事业会成功，即袂使看轻即个小小个代志啦吼。啊，你的情绪的控管吼，一定要很得当吼。所以讲，咱为什么要来上这课？因为咱台湾人呢，即阵吼，足爱听八卦，啊，足爱讲是非，啊对无？啊，咱阿伯爱做新民呢，咱爱比日本人搁较日本人对唔对？咱绝对爱改掉吼中国人的习性。爱小达啦，吼、哦、斗争嘛吼、哦，喜欢斗争啦，啊斗争啦用吵嘴对不？哦，所以你若是讲见到中国人，你甲伊讲话绝对拢讲输伊，人因迄有专家咧训练呢，为小学开始在训练啊呢，吼、哦、啊都爬一个一个起来，伫遐讲话小战啊呢，啊咱那个战会赢人，但是咱吼拢学着半桶尔尔吼，啊摕咧一直用安尼吼，所以讲咱即阵。所有的新闻、电视也好、报纸也好，逐天写毋是好事，拢总是八卦，啊人足爱看，迄收视率，还是迄落报纸计卖偌济个呢？安尼刚好愈来愈惨哦，吼！所以讲，咱一定，咱今仔台湾民政府，咱要来领导咱台湾，咱一定爱甲即个习性爱改掉，佮而且呢，爱比。古早日本人阁较好，日本人呢是足严格啦，啊人讲来讲足歹，足歹毋是足毒个哦，足毒迄是真正吼、哦、是无人性个，啊因足严格，伊是爱互你规矩好，遵守规矩，卖去侵犯别人，这是好个呢。所以讲伊歹。是那像讲严父共款吼，老爸咧管囝安尼吼，我就是爱互你有成就，爱互你有规矩，爱互你后摆啊出去甲人会当做伙食，这是严父吼啊！一定咱严父甲慈母这个角色，咱是要做父母官，所以咱爱有是大人这种的心情来对付对待咱的百姓。所以讲呢，咱在我们。当中就是亲兄妹同款吼，咱的同事咧，大家唔好你斗来我斗去安尼，我们自己会斗垮掉吼。所以讲吼，咱爱上这个课就是足重要的，咱的人的品格啦，
吼，人格一定要建立好吼，那建立无好势咧，一工干唔证书，无在调职，拢伫遐当尔嘛，吼啊，所以讲，咱一定爱沟通技巧，诶，一定爱建立哈，咱建立共识，所有诶代志，咱袂当以家己诶看法，就是爱共识，共识讲你认为安尼嘛好。啊，我认为安尼嘛好，啊，才有法度进行吼，唔是做咱家己一个人的代志吼。啊，佮有增进，增进友谊啦，增进友谊，就是一定爱佮伊做好朋友，吼，跟他很非常要好这样子吼。啊，满足需求，就是对方的需求，你若有法度行，尽量予伊。伊就足欢喜个，一定甲伊配合嘛。伊会甲你配合。你若是敢若一定家己呢，我个需求你爱答应我，一定爱予我啥物好处。你命令落，我讲了就是，你爱甲我配合。啊，若用即种个心态吼，人是点点无爱讲你尔吼，后壁就嗲吼，唔得骂啊啦吼。啊，所以讲。一定袂使有安尼个心理啦，吼！所以啊来咧，就是讲，咱爱集思广益，这个益是意图的益，也是对吼。啊，这个益就是艺术的益，集思广益，咱个思想拢一定爱跟人同款，卖讲你想个特别甲人无相像，特别侵犯别人吼。那么广益呢，就是爱多角色个艺术。你都会当接受啊，奇奇怪怪的，不管是怎么样，只要好的，你拢会当看伊，哈、啊，共同来协调行动哈、啊。那么协调你的行动哈、啊，就是讲你个人意见无啥好势，你一定爱协调啦，袂使。袂使讲吼，你家己自作主张吼，啊，我要叫你安怎就安怎。所以讲，咱同事间爱是讲你的部属，咱拢总爱甲看做咱的兄弟啦。所以讲嘿，日本伊的这个国歌吼，金民一世，就是皇民一世，就是讲百姓甲伊这个皇帝咧，拢是一体的一个身躯啦。你是我一支手。还是你一我一支脚，你一支我的头毛嘛，足重要。所以讲，人因有建立讲日本人遐尼团结的吼，对日本政府遐尼忠心，伊的教育非常的成功，就是袂讲啊，你就是你，挨就挨，啊你就是你吼。台湾人即嘛是安尼呢，啊我若好倒啊，我管台人死了了，哦，即阵不得了。所以呢，咱。为咱家四千人，搁再继续，咱搁再来训练的人吼，所有的台湾民政府的官员，大家拢爱一体。你是我的官，你是我的心，拢总是足重要。那失去这个，啊，我就活袂落去。一定爱有建立这个思想吼，袂当讲啊，我若做好就好。啊，那我借问大家吼。啊！台湾民政府拢予你一个人做，你做上大安尼，你有才调无？无吼！所以呢，我讲的这一定是一个事实，而且人每一个人爱来接受吼，爱认识个好势吼。搁而且呢，要极力士气。咱一个团体呢，袂使安尼死沉沉的吼，啊，死沉沉的没有力气冲，所以呢。咱爱极力士气，就一定吼，大家人同心协力啊，一定要有这个士气出来，咱才会当冲，才会当做。所以呢，咱因为咱呢，咱是要建国，对唔对？四百年来呢，虽然唔是明史讲国家，咱政府嘛是等于将来未来诶新国家诶，啊，咱的体系所做诶。拢总是同款吼，所以咱要带领别人，你袂使讲啊，我都对人行就好啊。咱这是前锋部队，一定爱有士气吼。所以讲诶，为什么搁再下这个事？
咱就是一定爱新书的嘛。啊，新书你一定要有教养、有修养，才会当教做书啦，吼。所以讲呢，咱家是最优秀的一群人，对不对？咱是上有福气的，对吗？对。所以讲呢，咱要完成目标，一定最少啦，爱有这基本基础安尼吼。来，咱的情绪呢，可能激动或咱的发生抗拒的情形，彼此关系密切，面对面沟通吼，这就是讲你。咱的沟通的情况，咱是面对面沟通，积极倾听，善用视听媒体，对讲你在沟通的当时吼，诶情绪可能是会激动诶，啊会发生抗拒诶，啊会在某种情形会发生，你拢爱事先预知，所以讲。咱若是要跟人沟通的时阵，你一定要准备讲，我来要讲什么话，人会接受无？如果人也未接受，那么你要该安怎应对？那迄种所有的代志，因为咱做主管，每一个咱的部属，如果你要吩咐伊做代志，你伊还是要跟伊沟通，还要跟伊纠正。会发生的代志，你爱事先想好啊！未使叫来，唔是叫来冤家呢吼！啊，冤家你就惨啊吼！你就是无够资格做过主管啦吼！叫来，你先想好，我要安那甲这个人讲，啊，讲会好势，伊个会听我的，而且个会配合，个会足欢喜。啊，你爱事先有心理准备，你爱具备，你有迄个条件，啊，你才叫来。啊，唔好情绪无好个，就甲叫来，来，你来。啊，一个来吼，冤家冤冤，咱两个拢红石头咯，吼、哦，所以讲这足重要的吼、哦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咱要做一个主管呐、啊，一定要清楚啊，是，咱若是安尼沟通的当时，咱就是讲啊，善用吼、哦，有是比例讲，哎啊，对一个新闻无报安怎，啊，这个无讲报纸刊安怎，吼、哦，来做一个比例，咱家己讲的，伊讲这你家想的嘛吼。哦啊，你也比较啊，像我即摆咧讲，迄、那个即、這个视听媒体吼，我拢嘛，恁即摆吼，知影台湾民政府无？啊，即摆中华民国要转去中国啊，恁知无？唔知啊，唔知。洪仲秋你知无？啊，洪仲秋死去了后吼，是唔是伊的即、這个军事法庭停掉啊？啊，军检是毋是停掉啊？迄就是善用这个视听媒体来比喻，互你了解，互你知影的代志，你要买小姐，毋是我讲的。我讲的你甲好像啊，你什么东西？啊，我你也无咧主张一个国家，啊，你才有法度讲你是咧讲政府的代志。啊，甚至是你的亲戚朋友讲，你伫菜市啊咧卖菜，我毋是毋捌你啊，你甲讲这個，我来听会落，对不对？哦、所以是咱的视听媒体的借用是非常重要哈、哦。所以讲，咱在一个话讲未通的时阵，咱借用别人讲的，借用阿扁讲的讲，啊，我都无代无志来做大官，无要安怎？好、哦、对不对？伊嘛讲安尼啊，啊，我都无代无志，都做大官，无要安怎？好、哦，阿扁嘛安尼讲嘛哈、哦。所以讲哈、哦，咱有时啊爱借用别人的话，就很好沟通。安尼意思啦吼，啊，所以讲吼，咱来清楚明白，声音要适中，哎，慎选时地，即吼简单扼要，不要遗漏要点，吼。咱即马就是讲，你要跟人讲，要跟人沟通，你家己头壳爱一定爱足清楚，吼，袂使糊里糊涂，袂使大声细声啦，吼。你的声音啊嘛袂使。讲到安尼，要死要死，人听拢无吼。啊，大声袂输人，你要找人来冤家咧吼。啊，所以讲咧，爱顺选时地，要甲人沟通的时阵吼，找的所在绝对不能吵杂啦吼。啊，所以讲爱好安尼，讲落来互伊听清楚，卖乌白化化引起误会吼，总会变两个咧冤家啦吼。所以讲，
这个场地也很重要哈，啊，一定要简单扼要，卖唠里唠叨，讲一大堆。咱即马台湾人吼，足济爱改的所在咧，电话约起来哦，讲半点钟啦，哎，拜托咧，迄敢若耳孔嘛讲甲歹歹去呢，我定接到迄半点钟的呢，啊，但是吼，咱即马想要做政务官呢，咱阁袂使生气咧。咱的同心你来拍，啊，那同心更不可以这样子。你要拍电话的进程，你爱想好，简单扼要明了。你要讲什么代志，直接了当啊！我跟你讲什么代志，讲一大堆半点钟，讲无到伊的结果，所以呢，浪费金钱甲时间，搁拍坏身体啦吼。所以讲吼，这种的叫做无头壳啦。吼、哦，所以咱要做一个政务官，较早咱无管啦，咱即马明仔载去，大家拢大官咧吼，所以讲袂使阁像较早唠里唠叨，吼、哦、啊讲袂到重点吼、哦，一定爱想个好势，啊咱才招人来谈判，还是招人来讲话安尼吼，啊所以讲你的遗漏要点咧，你主要要甲人讲。哦、你要甲部属讲，还是要甲上司讲？你一定袂当遗漏你的重点啦。吼、哦，啊，眼神爱自然啦，袂使安尼吼。好、哦，目睭用银还是用倒的哈、哦？这个肢体语言很重要哦。你目睭若在笑，啊，嘴嘛在笑，人也要甲你骂嘛骂袂落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所以讲肢体语言。目睭嘛是足重要，咱的目睭话讲，目睭是可以讲话，也可以传情，所以咱的目睭嘛是爱自然，随机调整你的声音语言语气，加你的姿势啦，卖叫人讲话就插歌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啊，我甲你讲安怎拄安怎吼，啊，这种的姿势，安尼人吼，谁看到你其实讲足好听，伊就感觉你开始。要甲伊搭起来啊吼，所以讲吼，身躯的行动加你的表情啊，加动作一定要适当啊吼。哎，勿垄断发言权，勿用肢体语言，就是讲我拄啊闭的吼，啊迄个闭迄个姿势足歹，目睭嘛足歹看吼。啊，所以讲吼，你人若要讲话吼，你爱让伊先讲，袂当讲家己。一直讲你要讲的尔吼，啊，拢无解说的余地，啊，无表示的余地，安尼你绝对这个主管呐、啊，人都拢听你讲得啊。啊，你要安那会当了解，伊要安那跟你配合伊的想法，啊，甲伊去拄到的代志，伊无法度甲你禀报嘞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安尼就行不通，你这个主管吼、哦，有可能就在动作安尼裁下迄个尔啦。啊，就给你摆就好啊，吼，唔免扛你做代志。所以讲吼，咱爱做一个真英足，搁是严父，吼，慈母的角色，跟所有的部署，然后承上启下，咱对咱的定势嘛是同款，一定爱一个状态吼，袂使讲有迄个歹的行为啦。哎，试用时机良好，礼貌态度诚恳、真挚、真实，声音自然，事先要先列出重点，以免遗漏。所以这下底就是重点，咱顶管讲的小讲吼，就是这个时机一定要加好，啊，咱的礼貌甲这个态度啊。啊，人一定要很诚恳、很真挚。咱就是讲，足诚实甲人做这个代志，吼、哦，唔是讲无诚意。啊，你若无诚意，你跟人讲吼，绝对讲袂什么结果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你的重点一定要讲会到，吼、哦，唔安尼唠里唠叨讲一大堆，没有讲到重点，吼、哦。所以人嘛唔知影你伫讲啥，啊，因呢？佮做出来效果嘛无好，你要禀报上司嘛同款，啊，你要甲你的部下沟通嘛是同款，所以袂讲达到目的啦，人会感觉你该啰嗦安尼尔吼，啊，所以讲来，咱佮一点，沟通双方缺少诚信，
主观意志太强，以盖权，盖权就是讲专盘啦，专盘你拢要掌控的吼，啊，刻板的印象，缺乏说话的技巧，只想听自己爱听的啦，啊，你爱听的拢。不爱听，你不爱听吼，缺乏充裕的时间，时间伤过短，绝对忙讲代志啦。还讲无代志，颠倒引起误会，袂当修饰吼，啊袂当婉转吼，啊倾听技巧，啊情绪的影响吼，你若是讲为人拢无习惯听人的话啦，你甲讲三句了后，差不多三句甲你听，然后边袂甲你听落啊吼，所以讲。这个情绪的影响，哈，实体环境的影响，所以讲你那是跟人讲，哈，啊，无代无志，伫巷仔路凊彩叫咧，我来，我甲你讲安怎，倒安怎，吼，啊，迄个场所唔对啦，啊，所以讲，迄个无法度通达到你的目的，啊，要讲的讲，全部爱听我的，就是讲，这太强了，伊的意志太强，全盖，啊，刻板的印象，就是伊。家己主观的意思，啊，讲话的技巧吼，拢爱听人。你爱讲，我爱听啦。啊，那你讲的吼，我无爱听，你就无甲伊采纳，佮而且无爱甲伊讲啦。这种的绝对唔是沟通的高手，所以沟通的高手，你爱听对方讲。啊，你袂使直接讲，啊，你讲安尼袂使啦，直截了当就甲人驳去。足侪人是安尼呢，一句就火去啊。啊，讲讲你一下就踢下就对啦吼，啊，安尼敢表示你会足强势，但是这个关系已经失言了啦，吼，讲话最好卖伤过厉害啦吼，伤过厉害，你表示讲啊，我一句都会踢下吼，啊，咱的同事有一个在讲笑讲，要给你枪，要给你鞭刑，啊，伊搁较厉害，讲我给你枪毙，吼。啊，咱的政治语言先煞提出来讲啊，吼，一个是讲我拢无看到你吼，我要甲你鞭刑；一个讲我甲你枪毙，哇，你更厉害了呢，啊，就甲我讲话听咧，伊是你的长官呢，伊讲你拢无咧出色，要甲你鞭刑，啊，你少甲枪毙，表示你较敖讲话吼，赢无唔对咧，赢就是输。你也讲啊，歹势，啊一句呐，人会感觉讲，嗯。啊，这个人吼，咱也要甲欺负落，也要甲念落吼，嘛念无啥会落，人伊有讲歹势嘛。啊，你唔是咧，伊杀落甲讲，我甲你枪毙，佫较厉害呢，吼。啊，虽然你话赢，唔过你输啊啦，吼。所以讲话唔免一定讲甲赢，吼。咱甲讲好输话紧，讲好输点都赢，吼。来，咱即嘛就是讲。伊那个环境，咱的影响，所以你一定爱选择环境，才会当讲吼。咱来诚恳、坦然，表里如一，一律平等呐，吼，如一平等安尼，设身处地的同理心，咱一定爱吼，一定爱做诚恳的嘛。啊，袂当讲我嘴讲安怎，内底心肝内的啥无共，人讲迄双重人格。拢做我讲相中话啦，吼、哦！伊心肝想的要叫你做的哦，嘴讲的无同款，为表里不一啦。就讲哦，啊，讲甲讲，哎、哦、吼，我对你吼、哦、足尊重的，其实后壁捅一刀，你知无吼、哦？这绝对袂使，安尼吼行不通啦吼、哦。所以讲吼、哦，处身体取地一定爱同理心，咱无论做啥物代志，你若同理心，一定得行得通。替别人想啦，你讲替别人想。如果我若徛伫这个立场，那么我来做起来，我的感受怎么样？我家己感受的，我若感觉安尼会使，人家别人那会使，你感觉袂使的，人家感觉会使，安尼绝对袂通啦吼。这是足简单的道理。但是普通咱拢无去得甲注意啦吼，啊，咱即马吼做一个主管，咱更加爱想啊好，爱做也好，吼，随时掌握最佳契机啦吼，就是讲咱让伊先讲，爱伊表示，咱答
等一个求乎伊，让他来陈述。但是咱就是讲，抓到伊中间什么会的所在，咱这个吼、哦、最佳的契机，咱该切入，还是讲有这点，咱该挑起他哪里不是的地方哈、哦。咱就是讲安尼，咱才会当把这个事情讲啊好哈。话那是讲话多不如鱼少啦，鱼少不如鱼好，吼、哦，这大家拢知影的嘛，吼、哦。咱若讲话足多，啊，咱不如话那足多，无好的话，咱尽量都比话少搁较歹嘛。啊，不如就卖讲啊。你若袂晓讲话，讲就归去慢讲啦。吼、哦，人袂讲你下到安尼啦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哦，卖讲迄个人玩的话啦，吼、哦。啊，鱼少不如鱼好啦！吼、哦，你拢总全部拢唔爱讲，嗯，唔爱讲嘛，袂当表示你的突出家你的意见吼、哦，就是讲了对的安尼上好啦。那对的咱才讲，唔对的卖讲啦，吼、哦，安尼较袂讲吼，是你家己的人格，啊，佮而且大家人拍歹感情吼、哦，所以讲。讲话的技巧，每一个人，咱生起大概拢同款。你若是讲西装拢甲吊吊咧吼，啊，大家嘛是拢真好看，吼、哦。啊，但是差差伫对，差伫一粒头壳尔尔啦。所以讲一粒头壳咧，话讲用三粒蛤蟆去换就有吼、哦。啊，话是用吼偌济黄金阁换袂来。啊，头壳是啥？咱用咱这个头壳的标识，拢是伫个嘴巴啦，就是咱的语言尔。你人讲话，人甲你认定你是啥物身份吼？这就是这个嘴巴的重要。所以讲，咱呢读偌济册，不管啦，你那是讲话无水准吼，讲话无修养吼，你啥物扑鬼扑拢无效啦。对不对？咱人若讲话，互人会尊重；讲话，互人会欢喜。吼，你会使掌控满天下，吼，到处留情哦。你去到对就讲恶了，去到对就讲人恶了吼。你规个拢变成你的好朋友，大家看到你笑眯眯吧，对不对？所以讲吼，读册不是绝对建立你的人格加你的地位哦，讲话足重要。哦、所以讲，咱一定要注意的这个代志。来，舌头则杀人之利器，后悔总是在说话之后了。就是讲，咱人吼，讲台人免用刀啊，就是这个嘴子啦，就是这支嘴啦。那么嘴呢，讲台人免用刀吼，但是呢，每一遍你若用嘴去台人啦吼。拢是会后悔的啦，是讲话了后啦，因为吼、哦、正人语言重于注意，伤人语言胜于刀剑啦。就是讲吼、哦，你好的话你若讲吼，敢那竖一个宝贝互人共款啦吼。啊，你若是伤人的吼，敢你举刀举剑共刣落，人永久永久，袂甲你袂记住咯，吼、哦。啊，这种未记就是一种恨呢，吼、哦、啊啊！佛教拢讲吼，做滴造业啦，吼、哦，还造口业啦，吼、哦，哎，是一个佛教名词啦。其实咱就是讲多钱同款啦，啊啦，而且呢，吼、哦，你若是讲吼、哦，丧家之身吼、哦，语言占八分啦。你是安怎会灭亡？你会安怎做代志未顺？你是安怎？所有的代志拢做袂好势，是盖在你这个语言呐、啊，占八分呐、啊。吼、哦，人讲诶八分嘛吼，啊话讲吼三分咧吃天注定，八分靠打拼啦吼。两分自己没有办掌控的，是讲来自于外面的攻击，还是外口人甲你伤害，迄你无法度掌控。啊，你话用你家己好的语言去。去抹嘛抹袂平，但是
要时间呐。啊，你若是讲语言这个八分，你无法度掌控吼，啊，就是该灭亡啦，吼。所以讲自我灭亡，就是你的讲话啦，无注意啦，为人拢凊彩讲讲的安尼吼。啊，讲我讲了就算，还是讲我高兴就好。啊，你高兴，你爱问看人有够高兴无咧？吼，所以讲这个讲话是足重要。思想愈少的人吼，伊讲话会愈济啦。伊的头壳内底吼，人讲吼，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。啊，伊逐工吼，一直讲话，一直讲话，拢无咧经过大脑，无咧想诶。啊，所以咱即马要做一个主管，要上官，咱话袂使伤济。啊，就是讲吼，你一定用你的头壳去想你所有的代志要安怎做，这较重要。啊，你若加讲话，拢会加得失人，还是你讲话？人听了袂欢喜，引起人家反感吼，你这个主管做了较袂好势啊，吼，伊大大的伤害吼。讲因为讲话呢吼，咱是无法度下皮擦。古早人讲水泼落地难滴收啦吼，这个是足重要的，因为吼，那像讲咱写字写唔对的，用呼啊呼呼的，啊讲话是呼袂起的。你即马讲出来，人听落伫人的脑海里面一辈子拢袂记咧，袂记即你即句话啊，所以你绝对莫乌白讲吼。咱若乌白讲吼，绝对擦袂掉。你要安怎甲解释嘛？没有办法了吼。啊，所以讲难得收，水泼落地难得收。你泼落去看，你要安怎搁甲遐水游起来？或者是事实的比喻啦吼。啊，所以讲一定爱注意运用政治智慧，往往能成就一切。传统的策略吼，有时候远胜于一时代。这篇话讲，因为咱的也讲运用咱的政治智慧，就是讲咱的政治是一个多元化，带领而且是前锋的啦，这是政治的智慧。就是讲，你一定袂使讲安尼用即马些一时代的吼，讲哦啊，我即马这上先进的吼，咱的伦理道德无迄个上先进的啦，吼。敢若讲咱的桌顶啊，以前四脚来改，三脚来改，吼一脚啊，敢够好改？这是不定的道理啦。吼、哦，一定的道理啦，吼、哦，这个道理无讲啊进步，加讲，哎，我看到老母免叫老母，讲我安尼要做上进步的啦，吼、哦，绝对伦理道德品格，那是固定的啦，固定的人的同理心嘛，吼、哦，相对待的这个礼貌是一定爱的啦，聆听的能力，吼、哦，咱都爱注意的，沟通的。就是讲，聆听的能力你一定要具备。话足侪人吼，听人的话听袂落啊。啊，人咧讲啥话吼，头前两句听，后壁都无共听，伊都一直家己咧想伊家己的，还是伊要共应啥物话，伊绝对无法度。咱做一个主管，一定爱点点听人听，听人讲，毋是上司敢讲，咱咧听尔，部属甲咱讲。同事甲咱讲，咱总共款爱点点听伊讲，吼、哦，咱才了解伊要讲的意思，啊，你才有法度通去甲指导，吼、哦。提问能力与公众对话的能力，咱做一个主管，你要提啥物起来问，问你的部属，要问出所以然，所以讲这个。你嘛是爱具备有这个提问的能力，你无法度提问，你唔知影讲，哎啊，这个部署甲咱的顶司也好，你要该问的代志，讲问迄不知所以然的，啊莫名其妙的提起来乌白问吼，人知影你几斤几两呢？所以提问足重要的重点。甲意义一定爱出啦，所以讲呢，迄足重要啊！对话的能力，你甲人伫谈判的能力，你若袂晓讲话咧吼，
这个能力没有具备，所以你跟人沟通一定有问题。所以你提问跟对话的能力一定要事先想好。人我现在叫人来，我要跟他说什么，他如果反驳还是怎样，我要怎样。最后我们如果没过去，没那个能力的人，我们先想好再说。如果没有呢，说我们考虑好，研究好，后面我们再来说。吼、哦，卖做断的啊！迄无啦好啦，啊是讲啊，这安尼就好，不要下定论，咱甲这个代志留伫后摆。你搁当个想法好势，咱再过来讲，较袂失败啦。吼、哦，卖总一个凊彩去啦吼、哦。所以讲，不要鸡同鸭讲啦。你讲啥我不懂安尼吼，啊我讲啥你不懂啦。吼、哦，安尼讲来讲去无法度通。哦，打入核心，每一个人都需要爱的满足，爱人帮你付出，爱会伴你终身。所以讲，咱要跟人讲什么代志，要有慈悲心的意思啦，哈。所以讲，你有这个慈悲心，要跟人讲话，啊，站在伊的立场，搁而且呢，咱。要拜托伊什么代志？你莫用讲我要命令你什么代志？安尼用命令的，这是吼、哦，这是暴君的行为吼、哦。所以就是没有这个爱的心理在里面，你一定无法度。啊，你若是讲你有爱人的心呢，有对人有慈悲心呢，吼、哦，这个爱是将心力拢。用会到，佮而且吼，会当互你受惠无限呐吼。咱若是讲，不管是你拢有即个爱心伫对待人，绝对你有法度通，看顶事也好，补习也好，一定能够相处得很好。吼，啊，你若如果咧一点仔代志伊无佮意，啊，你就产生恨呐。啊！我这顶官啊，是干哪开讲话安尼？还是讲我部属开讲话安尼？啊，就是迄个心呐、啊，心都压起来吼。你家己艰苦，个代志嘛无好，所以咱这个人真恨心足重啦。吼、哦，即马每一个人吼、哦，你若听无佮意吼，开始要甲你相当，迄就是真恨呐、啊。真恨心吼、哦，足重的，它是没有爱的存在。咱人吼、哦，哪有爱包容一切？你囡仔话唔对，咱拢甲所有的人拢当作咱家的宝贝，咱家的囝同款，顶时也好，下底也好，拢总有这个爱滴。咱绝对袂甲人讲相处不好，哈、哦。啊，幽默可以化解尴尬，哈、哦。咱若是讲拄到吼两个要吵嘴啊，啊，三八下滴化解的也蛮好去啊，哈、哦。讲一下，笑一下，笑话会当化解啦吼。所以讲啊，善用幽默啦，吼，善用幽默会当化解你两个的尴尬。那你讲了袂好势吼，啊，脚只拼啊拍者啊，姊妹啊呆嘛，啊讲一下啊，就大家人欢喜啊吼。所以讲，有时讲袂通的时阵，就是一定爱幽默一下吼，多给对方一些尊重与肯定，吼。你若是予对方，你一定爱家己尊重，袂当讲哇，你比我较低，我就是吼、哦、较大，莫定定家己想讲家己较大吼、哦。你若建立那个地位了吼、哦，你老是看别人哈、啊，看了袂顺眼呐，吼、哦、啊所以讲吼、哦，啊伫厝咧管囡仔咧管小弟小妹吼、哦，咱即马吼嘛拢无培养爱心咧，一定。讲兄弟姊妹啊，吼，咱即马台湾吼，啊，分财产收过有够侪，这敢有爱？敢有亲兄妹诶，包吼诶，同胞爱拢无。所以讲吼，敢若看钱尔，所有诶拢看钱尔。养成咱即马台湾足乱呐，就是没有爱。每一个人呢，只想利益而已啦。啊，但是呢，咱后摆啊，大家种木瓜，薪水拢足悬，咱生活。会当真好过，咱求讲身体人健康，所有的一切，咱拢爱圆满，
吼，卖搁再一直想利益啦，想甲头壳拍甲安尼吼，看啥物人都袂走真心吼，即种诶方式一定爱改善啦吼。啊，所以讲，一定爱尊重别人，爱肯定别人，袂当讲哦，我做较大，我做诶逐项拢对，你做诶逐项拢毋对。袂前袂着共看轻啦吼，无肯定别人，即种诶主管嘛是袂使啦吼。啊，一定要付费坦诚，才能得到别人的信赖。你一定吼袂当讲吼为着你，我即马要做足侪代志，要来互我诶顶司甲学了，但系你是我诶部属，你一定爱甲我建功吼，啊无咧管伊安怎吼，啊你一定爱达到我诶目的。这绝对不是互惠，吼、哦、啊，没有坦诚，你白白擦擦啦，你讲的吼，私底下你是要建立什么款的目的？人大家人唔是讲，即马世间无戆的啊啦吼，唔是你家己上巧吼，人用话磕头凊彩想就知影你要创啥吼，啊，所以讲吼，茫上巧啦吼，人讲越巧就越了吼。爱予伊会当信赖你，讲啊，我即摆要讲个代志，咱来互相来做，两个拢一定有好处，吼、哦，咱一定会当打出自己的地位啊，加咱个信用安尼吼，主动广结善缘，才能建立良好的人脉。你就是讲吼，做一个主管吼、哦，咱爱主动去。交咱家己的朋友啦，咱的部属嘛，同款，咱的部属有够伊的部属嘛吼，所以讲，这个人脉，咱一定爱建立，一定爱建立，你才会当吼，越来哈，愈来讲愈有人气嘛，啊，愈来愈有人气吼，你在管理上非常方便啦，你袂使家己孤立起来讲安尼，安尼白靠靠靠讲做人尔，干那一个人尔，我上大吼。你家己讲上大，未一定上大。啊，你有足济人脉，大家拢娱乐你，你才会大哈、哦。所以讲，这是这个道理的哈、哦。来，咱就是讲，搁对人为何要做印象诊视，维持其应有的公众形象了哈、哦。人为何要爱这个？你就是讲。为何要做这个印象的诊视？哦，比如讲，咱每一个人要予人印象，你即阵吼，咱比如讲外口的这个民意代表啦，吼，伊的形象啊，出去大家伊拢有在拍形象嘛。哦，这个是上好主啦，啊，这个是啊，对百姓就照顾啦，做啥？迄就是咧建立他们的形象，伊的品牌啦。建立伊个品牌，咱家己嘛是爱有独特的品牌。你这个人一看到就讲，你做啥物上盖赞诶？吼、哦，即建立你家己诶，这个你家己爱整数人，就是爱整得对啦，整你这个印象，互人看到就讲，这个就是上友好的好主啦，吼、哦，这个就是上盖中诶中心啦，吼、哦。吼、哦，拢爱有一个品牌嘛吼，因古早因中华民国，你讲什么的爱辉，迄就是品牌嘛。啊，关公你就是勇猛嘛吼、哦，中嘛吼、哦，啊，忠孝节义迄爱辉有无吼？迄拢建立品牌，咱家己嘛是爱啊。每一个人讲，哦，阮这个主管有够赞的，伊对答足赞，迄就是建立展示自己的印象，互人的印象吼，维持公众的形象。你出去。人迄个形象感觉袂歹，批评袂歹，安尼你就是成功啊！吼啊，所以讲吼，咱要建立这个形象呢，以现在的咱伫这个社会吼，为是用上力吼，啊，讲好这为咧请食饭给面子吼，啊，为是讲做人爱和善吼，啊，为是讲爱友善，看人足亲近的啦吼。啊，佮有即个婉转呐，即嘛是啊吼，就讲为人吼，你即个民意代表吼，伊要建立伊个形象吼，好，伊一直上列呢吼。啊，像阮遐有一个迄个议员吼，啊，人若双输吼，啊为迄个因个大埕吼，
开始规律滴滴白白甲内底呢。哦啊，敢那因兜在做啥呢？吼，不论去到对一个吼，诶，白晒因兜做丧事吼，伊绝对为大店白到内底去要拜呢。哎嘛，建立伊一个品牌，你知无？啊，无我即马开会甲提起来讲啊，所以家己一定爱建立自己一个吼、哦、品牌安尼啦吼。啊，为用上列为咱请食饭吼，互你对我印象足好嘛。有时安尼好，请本来都大家叫叫来，叫叫来要怎啊？伊就是要爱拍伊个知名度嘛。啊，要互人学了，哎呦，这个人有够好啊吼、哦。啊，但是咱后摆咱是拢无讲一定爱用安尼啦吼，咱是用做人呐和尚。啊，佮讲吼，咱友善，啊，讲话足婉转，这嘛是建立一个人的足好的印象啊，吼，啊，懂得变通，体谅别人呐，吼，啊，绝不乱谣传谣言呐，这嘛是建立咱的好的印象的一个啦，吼，就是讲，咱一定爱体谅别人，如果呢，上好体谅别人的啥啊，咱的秘书长啦。人安怎骂安怎骂，伊绝对袂去共骂一句啦。我讲我上无嘛，还阁会投人讲送你骂我安怎？伊拢袂呢。啊，阮老师讲安尼袂使啦。甲你骂迄个，你爱阁去甲握手，啊，阁爱甲讲谢谢。哦，我讲好啦，我继续加油啦吼。啊，但是目前我还做袂到啦。啊，着气甲规百岁啊！啊，要阁去甲讲谢谢，还讲会落，安尼足假的对唔对？吼、哦，但是阮的老师讲。袂使假，你爱真哦，爱真心安尼，伊就是消你的业啊。啊，然后呢，后摆恁两个做好朋友，袂阁继续恩恩怨怨啦。啊，我即马努力当中啦吼，啊，大家也一起学习啦吼。啊，所以讲吼，绝对体谅别人以外吼，咱袂使乱传谣言啦。所以讲，咱做一个政务官，咱的主管呢吼，咱的所有的熟悉的人吼，莫讲咱的部属啦。无实在发生的代志吼，绝对袂使乱讲。因为讲无根据的代志啊，你若乱讲吼，你会吼惹祸上身啦吼。人讲吼，一言四之嘛吼，哎，安怎四骂难堆啦吼。所以讲吼，哎，所以讲吼，咱一定吼，哎，袂使黑白讲话，尤其是谣言呢。你安尼来讲，人就是甲你看扁，讲啊，你这个什么官，安尼黑白讲话较会使，所以呢，绝对袂使黑白讲话啊！吼，要正向思考，乐于助人呐！吼，咱拄到代志，为即马起，咱要做一个政务官，不管你以前你是什么个性，咱一定看到人，咱拢袂使去甲想歹的。如果呢，伊做出来行为看起来你无正常，因为伊嘛是有伊的想法、伊的做法才会这样子。你爱去甲了解为什么你要安尼？为什么你要安尼？你的立场是啥物？啊，你无安尼敢袂使？咱爱甲伊好好的沟通来跟他矫正。这个人呢，咱就是讲沟通之余，咱对咱的剥削呢，是绝对要慈悲。绝对袂使讲啊！你安尼唔好，啊，就甲你抬掉。啊，有偌济人好互你抬，所以讲对人袂使讲，咱是对事绝对袂使对人，因为每一个人呢，来自于每一个家庭教育都不一样，吼、哦、啊，伊所有的处事环境也不一样，所以想法不一样。莫讲一律，好好我想的你拢爱教我安尼，若无我咧看了拢袂欢喜。所以讲，咱一定爱去甲了解，哎，啊你是为啥物要安尼？你的立场是啥？啊，如果你若莫用安尼方法，你敢会当用别种的安尼？你会接受无？吼、哦，一定爱这样好好的沟通吼，袂当吼，你讲无正面的思想，每一个人啊，伊用这个吼。绝对是要搞我害的啦，啊，绝对是要安怎的啦？未前尾就甲想歹去安尼吼，无一定人无迄个意思啊吼，所以绝对爱有慈悲的心嘛，甲伊当作咱的囝讲，啊，你是安怎开始安尼？啊，你敢会当改进一下吼？啊，无安尼，你敢有想到你安尼做啊，影响到我吼？啊，所以人嘛是会接受吼，所以讲吼，
每一个人看到人吼，咱即马外口看到人拢是负面的哦。吼，咱即卖社会哦，大家拢想负面的哦，绝对无想好的啦。咱的沟通技巧爱注意的吼，这重点该做啦吼，一定爱点点听，专注伫沟通的时阵，点点你袂使人咧讲话，互你听你。你想东想西，爱活东活西，爱是伫做东做西，啊，无点点听人讲，这是非常的无礼貌。日本人伫讲话的时阵，绝对你爱徛遮遮，来听哦。吼，人因有养成这个习惯了吼，所以讲要专注，啊，伊适切回应，伊讲到对，你爱甲回应，袂当讲啊，伫讲啊，咱拢无听到吼。安尼是非常的无礼貌，啊，佫无达到效果哈。啊，你澄清的技巧，吼、哦，澄清的技巧就讲，你要说明啦，说明爱有，吼、哦，非常的技巧上，你袂使直截了当讲足歹听，吼、哦，讲足歹听绝对会搞砸你们两个的，吼、哦，沟通的这个情调哈、哦。啊，来，你讲要主动影响人，你家己爱。主动，主动去跟别人沟通，唔是讲人爱甲你禀报安尼吼，你会讲啊，这要安怎较好吼？吼、哦，你主动亲近别人，卖讲啊，听人甲我讲啊，那无我就不甩你吼、哦。所以你一定爱亲近人吼，爱同理心呐吼。啊，迄、那个再要的技巧就是讲，迄个重点，你要伫迄个什么时段？提出来讲，啊，效果较好。你袂使讲人拢总啊袂，甲你陈述人拢无讲的时阵，你就是一点划分界限，讲我讲安尼对，啊后壁你拢免阁解释啊。好，安尼就是绝对袂当讲去沟通啦，吼。啊，爱有同理心啦。咱呐每一个人徛伫别人的立场来讲话，吼，拢总全世界拢讲会通啦，吼。啊，所以讲吼。咱个类也得讲互敬互重啦，你一定爱该尊重，爱该尊敬，爱谦虚，但不要太虚伪啦。哦，咱人吼、哦、啊客气拄啊好就好啦，啊伤过吼、哦，伤过虚伪就是讲你吼、哦，哎呀买啦买啦，你就足牛啊，一直讲你买，安尼就没有担当啦。吼、哦、啊，会表示不诚意，无诚意啦。啊，现到你足敖，啊，你敢那一直讲，哎，我无法度，无法度，迄就是咧推辞的话啦，啊，就是无要担当，还是无要跟你接触做这个代志哈。所以讲太虚伪也不行哈、哦，你适当啦哈、哦，有自信，不怕被拒绝，你家己爱一定爱有自信啦，哈、哦，啊有自信哈、哦，你唔免讲哦，其他人会甲你拒绝啦，哈、哦，啊如果讲。诶，咱的同心呐是讲啊，这抄无到的吼，会当入去网络来得调吼。每一期咱的高级班，我讲的每一课啊，这几天吼，我的妇女会的网站吼，也可以设立完成啦吼。你二所页啊，入去妇女会里面吼，一批一批，我那会打落来吼。万一恁即马蒙下吼，啊加深印象以外，写无交到的吼。后摆啊，你嘛也是会当摕去家你的部署做教材啦吼，因为这是大家人拢通用的吼，的物件吼。来，咱就是讲沟通的时候吼，你的脾气一定袂使来啦。脾气若来吼，你福气就无啊啦。就是讲后壁你要跟人讲的吼，完全就是学有去啊吼。所以讲这足重要吼，适当。因应别人的负面情绪啦，你唔是控制家的情绪尔吼，别人的情绪有时啊在沟通当中吼，伊嘛会压起来吼，啊你爱有因应的能力吼，你安怎家应付吼？所以讲像拄只咱讲的讲吼，啊讲一点啊笑一下吼，还是该娱乐一下吼，你迄种会当化解啦，吼伊的负面情绪吼。这是要安怎来应对别人呐？发脾气，不爱跟你讲的时阵，你要安怎对付的？对了哈，找到适合自己的哈解压方式啊！好，你好，你家己的压力，你家己要控制家己。
使两方的流通安尼哈，两个讲会通，继续阁会当沟通嘞哈。将阻塞的渠道疏渗哈，就是讲恁两个鸿沟要安怎，互伊会当总来化解来，两个再阁讲继续讲会通，会当继续去沟通啦哈。所以讲，这是真重要，迄是一个态度、表情拢足重要的，减少被孤立。你那是无想好，你家己准备无好势，态度无好，伊会甲你孤立起来。啊，那你咧跟伊沟通，不管几个人爱面对面，伊总会甲你藏伫边啊。因拢讲伊个尔，伊无甲你信你个道啦。吼，所以讲被孤立，你会感觉满面全豆灰，所以一定爱不能吼，互人孤立啦吼。要具有沟通的技巧啦，你若要互人跟人沟通，一定要有同理心安尼意思。绝对你若被人家孤立啊，人不爱插你啊，啊你来讲袂通啊，啊你这个主管嘛唔知影要安怎做啊，吼、哦，啊真侪迄个部属是比你较牛的啊，吼、哦，啊你若讲话讲了不得当，而且你无尊重伊，啊无甲伊。适当的讲，甲你巴结巴结吼，伊就是一定会甲你找你的麻烦的。哎，足济是安尼哦吼，所以讲咱爱小心吼。如果被孤立，你要安那有沟通的技巧吼，啊，你甲伊讲话一定爱真有礼貌，啊，很亲切，啊，才有法度阁甲伊讲咧吼。保持自然从容的态度，当个热情有兴致的倾听者。勉强闲聊，好，你也讲，你一定爱很从容的态度，态度爱好啦吼，啊，就是讲安尼很坦然，啊，爱足热情，啊，爱足认真，要听人讲安尼吼，安尼人就会跟你沟通，啊，你若讲干啊，一定要叫人听你讲吼，可能人就无睬你啊啦。无插你坐坐啊，当听你伫啊一直念一直念，啊你嘛念袂落去，你嘛讲袂落哈，所以讲一定吼勉强，啊你爱勉强闲聊啦。你听到足歹听，还是人无爱插你的时阵，你啊假无伊就对啦，假无伊，甲伊猛讲啊，猛讲，你才会当继续这个沟通效果哈。如不能享受当下的气氛啦哈。你嘿，你就是讲，等两个足尴尬的时，你爱勉强甲伊猛讲啦，啊猛讲吼，啊顺续讲，嗯，啊当时的气氛你嘛卖去甲排斥掉啦，卖结束掉，讲没有结果的谈话，迄是一个失败的沟通啦，吼、哦，啊所以讲这种的吼，足重要的啦。你就是爱勉强忍耐落啊，甲伊个罔讲，哈。好嘞。奇怪嘞，伊就是拄则讲过吼，咱脾气绝对袂使来，因。别人情绪，这讲到了嘛哈，嘛是重复啦，大体上都差不多啦。但是咱的话语话术是不一样，找到适合自己解压的迄、那、落、个，啊，减少被孤立嘛哈。所以讲，咱开口就是智慧，咱一定哈好要乐观一切，笑看人生呐、啊。所以讲，你一定袂使讲拄到代志哈。啊，就安尼，啊，足烦的，啊，感觉足烦恼的，啊，足无欢喜的吼。所以讲，一定爱去面对。但是吼，即个所有的代志一定都会过去嘛吼。啊，开口，咱讲讲话，就是一个智慧啦。咱的声音若发出去吼，天籁啊，就是讲那个天堂里面呢，迄有这天乐啦，安尼意思啦。天乐讲是。人间啦，就是宇宙间上介好的声音啦，吼、哦，迄
足好听的啦，我有一遍敢若捌听着啦吼。迄互你无法度描述，讲我听过足侪音乐嘛，无迄个遐好听的吼。也许就是迄个声音，听起就是互你安尼感觉安尼肃然起敬，讲较有即足好听的吼。敢若细汉啊，可能听咱伫摇歌啊内底听妈妈咧讲。在咧讲摇啊摇迄种声安尼吼，啊，所以讲咱每一个人发声出来，互人感觉足爱听的，吼啊绝对袂拄久。啊，我讲话是无法度大家安尼啦，啊，我看要有人咧拄久无安尼啦吼。所以讲吼，那是声音足好听，啊，你讲的话吼人足爱听，啊，这都对你的帮助足大。咱拢一定爱有学习到这个哦，每一个人的本领啦吼。你若有具备这个能力，你做咱的主管，哦，做咱的公务人员，一定，吼，安尼做了足顺事啦，吼。啊，来就是讲人际沟通与冲突管理啦。那如果咧，咱拄只拢是一直注意，一直注意，注意家人要安怎沟通俩。啊，如果呢，那是冲突的时阵咧，咱即马就下底即个就是讲，如果冲突。啊，咱要安怎处理？吼、哦，这足重要啊！吼，啊，无总爱甲人相骂，啊，比甲人佫相拍起啊！吼，安尼吼，啊，就很糟糕啦！吼，哎，传达者，咱即摆咧沟通的时阵，就是讲一个是传达的，啊，就是一个在接受的。我要甲你讲啥，啊，伊就是要听我要甲你讲啥。吼、哦，就这是两个角色啦！吼，人甲人的中间吼，彼此传递哟，一定的。过程啦、啊、吼，所以讲我咧甲你讲话，吼，还是你爱跟我讲话，这就是两个角色吼，拢是有一个过程啦、啊、吼。具有社会性的思想，咱一定是要沟通，还是要谈代志，一定有一个思想嘛吼，啊有一个观念嘛，啊有一个行动嘛，吼，咱即马想要来创啥，啊这个观念我是为对来，我是。要来创什么会？要来跟你参详嘛，吼！啊，这个行动就是讲后边咱要采取什么款的行动来达到目的嘛，吼！一定有这三种的步骤嘛，吼！啊，咱的策略就是策略的性质具有目标性嘛，咱这个方法啊，想要来做啊，这个动作一定爱达到什么目的？这就是意义嘛，吼！你要达到什么目的？有什么好处？那么，哎，获得他人的金钱澳元，吼、哦，你像讲人迄，议员呐、啊，吼，伊讲个募款参会啦啥吼，哦，啊，这都是后边要募款的目的嘛，吼、哦，你一定爱有一个目的，吼、哦，一般是讲，哎、欸，啊，我有需要，要爱募款，要爱有募足所有的这个金钱的援助。啊，还是讲我要建立我的地位，还是要建立我的财力、我的权力，吼、哦、等等啦，吼、哦，足侪目的，这一定有这种思想观念甲行动啦，吼、哦，哎，自我的需求，啊，要建立关系啦，就是讲我今仔日客来家，啊，我请恁来甲我听课，我要建立什么款的关系，吼、哦，有一点点啊无同的，就是讲我是看。大家人研究要安怎来做主管较顺势啦吼，啊！但是我着要求恁来，这嘛是达到目的。后摆啊，咱的团队、台湾民政府，拢予咱的老百姓讲学了个特质，安尼我上这个课都有价值啦嘛。讲，安尼大家人拢有进步哦吼，啊，拢有去改革啦吼。所以讲，这爱达到这个目的吼，就是讲。爱有自我的需求，爱会建立这个关系啦吼。啊，咱就是变一个动手的团体，咱要安怎？像讲咱也是老百姓，有来看到咱的网络，讲咱拢有在做这种的吼，咱的伦理、品格、道德教育吼。啊，人因嘛讲，咱这阵一定袂歹，咱一定有予因有所靠嘛，有希望嘛。袂阁像即卖政府乱甲安尼嘛，有寄望嘛，所以呢，咱有思想，咱积极进前，咱就是有做即个教育跟研讨，
吼，每一个人一定是品格介好诶，吼，互人有一个观感，吼，嘛未歹啦，吼。所以讲，咱诶，即个基本吼诶生活诶技巧，咱基本生活技巧就是讲，每咱诶沟通诶人际关系管理吼，拢总是咱诶生活中每一个人，不管伊有做官无做官，拢是爱用到诶是咱生活中你。一家人会安尼吵吵闹闹、冤冤家家，嘛是迄支嘴。你若点点一个人，点点拢卖讲话，绝对无人会甲你，会甲你抱怨，还是讲会看你安怎，会对你不好啦。就是拢总是迄支嘴啦。啊，咱这支嘴吼，就是管好好啊，这就表示你的人格、甲你的品德啦，吼。啊，所以讲呢，咱一定爱避免吼，避免甲人冲突啦，这足重要啦，吼。啊，搁而且呢，影响人际关系。你那是常常会跟人冲突吼，你这个人际关系绝对得作歹的啦。你哪怕讲恁家有三个人尔嘛，弯来弯去呢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，咱拄只吼所上过足侪足侪的条件，咱也有去甲遵守吼。啊，一家人吼，不管你是百几个人吼，内底无人冤家，大家遵守。搁而且呢，咱这是大家庭啊，吼，咱是一个政府，搁而且咱是大领人啊，咱更加袂使吼，家己咱的同心兄弟姊妹就伫遐搭来搭去，安尼无时间通管理政府啊的代志啊嘛，吼，啊，这百姓要看谁，吼，所以足重要诶，吼，咱爱把咱的家己的心思摕起来，卖搁囥遐拉里拉扎的事情，一定要把自己吼建立好，吼。正面的人际关系啦，你应爱正面的，吼、哦，哪怕讲你较早嘿，哦，你的修人一大堆吼、哦，咱即马拢甲看作阴影啦，吼、哦，我从细汉到即马，我毋捌咧甲人冤家呢，吼、哦，啊，佮而且吼、哦，甲我骂啦，甲我电的人吼、哦，我从来毋捌跟他吵嘴啦，我袂啊拄着我咧讲，哦，你好，哦，作假嘛爱假出来啦。你知影无？假甲互伊听足恶心嘛，爱甲假，假久着咱着变真难咯，伊着会歹势啦。吼、哦，咱莫拄着乌银拄白银啦。啊，我看讲买花无烧酒问个真少啦，真少个，迄是嘿，可能吼形容我反应袂过啊。讲、欸、哎哦，啊迄、那个着歹人吼，形容啊，若无我拢会刁工工打招呼啦吼，安尼。搁再着是讲。太过自我中心、独占主义啦，过度自我炫耀、个标榜，这拢袂使啦吼。就是讲以我家己为主，想啥物代志、讲啥物代志，拢想着家己。那这吼，我吼直接讲足侪遍啦吼。你若是安尼吼，住厝做家长得啦，因为你所有的利益拢顾恁迄个家己念念嘛吼，那个做家长就好了哈。啊，你若要做大家长呢，咱一定爱顾别人嘛，袂当讲要顾家己，就是牺牲小我，完成大我啊，吼。所以呢，绝对袂使有独占主义啦。我就是为中心安尼吼，啊，过度吼，诶，炫耀就是讲，吼，我出去我不可一世，世间通我上敖啦，吼。啊，搁再来咧，就讲吼，诶，安尼拢一直标榜。一再重复唠叨，重复唠叨啦。人吼、哦，啰里啰嗦安尼吵吵念，吵吵念，啊，一直讲，这嘛是一种毛病啊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这种诶嘛是会影响你的人际关系啦，吼、哦。人为人吼、哦，实在头壳介无用，啊，为食饭三顿都咧烦恼啊，啊，你若拄着安尼吼，负面诶讲一堆，哎呦，阮想安怎，阮想安怎，足侪人这种毛病呢，对不对？啊，人是会听袂落，无爱听，你嘛搁直直一直加讲，一直加讲。所以讲，我们的事情要讲给别人听，你爱伊有想要听的时才讲，无咱家己的代志，咱家己听到，唔好一直讲予人听。啊，人会感觉你足烦的呢，尤其即卖社会吼，真的很辛苦啊。吼，那唔是代志足济，就是钱足少啦，对不对？啊，大家头壳拢足烦的，无法度听你吼。讲几大堆安尼，话足敖讲，
家己的代志一大堆，还是啥物代志讲一大堆，啊，讲迄无值三千钱的讲一堆吼，浪费人的时间，人为在想代志，你直直讲，人咪感觉你烦吼。这毋是主管的角色啦，主管点点要讲，就是讲讲一言素出啦吼，还是讲你就是讲绝对均无序言，你才讲，啊那无。无关咱的代志，伊甲你的代志的，尽量不要讲哈，就是卖讲啦哈。无关系的代志卖讲啊哈。啊，一再的唠叨，这嘛是乎你，人若拄到你就闪卡边哦。啊，这个来拖去，唔知要搁甲我讲一点钟啊咧，我足了时间的咧。哎，真正我常常有拄到这呢，啊，不过无听不要，我有时啊无听搁袂使的，嘛是爱甲听哈，嘛是爱甲听啊，啊搁。不断的探人的隐私加八卦啦，啊，那无拄到都，你几个新妇，你几个后生，你个啥物货，你在创啥，一个月在领偌济钱，安尼直直问落去吼，有的人嘛是有安尼，一直探人的迄落吼，我伫社会吼，我袂看人足久啊，我也唔知影因，你若凊彩啊，你几个囝吼安尼，迄简单的打招呼，吼拉近距离，迄无要紧。啊，茫阁一直探听落吼。哇、哦啊，你新妇有效无？啊，你早教有效无？啊，一个月摕偌济顿啊？啊，迄无好啦，迄袂使啦。人阮的囝偌有效咧？哇、哦，这借走时段吼，这种的嘛会用啦，吼、哦。所以讲诶，这嘛足重要啦，吼、哦。诶，大家爱讲八卦嘛，卖吼，不断的批评别人，反对别人的意见跟看法。所以讲。啊嘛袂使看到人就一直屁想，一直屁想啊！吼、哦、啊，敢那全世界拢一贯的安尼吼，啊看到人咧袂顺眼，啊就直直投，直直讲啊！你看迄个人安怎都安怎，不干咱的代志的，咱就莫讲。因为得失人啊，无大要紧，你家己了迄个心情去伫遐无价值。你话人讲的啊，无你干脆点点念经啊，莫念别人啊吼，莫念别人啊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对别人吼的意见吼啊，甲看法，袂使有遐尼济啦吼。自我检视，你家己爱检讨家己吼，诶，检讨啊，人脉的存折，这个是唔免点啦吼。啊，价值多少？咱起码就是像阮伫大学的时，就是上这个课吼，人际沟通技巧。咱起码吼，阮的老师拢来，恁写出来。恁拢总有几个亲情，含你有在联络的，啊，几个朋友，迄就是你的人脉存折啦。啊，你若是讲你今仔日要请人客，会几个来甲你参加，吼、哦？所以讲，你一定要有这个存折。有的人连三个都无呢，吼、哦，家己一个人咧做人尔呢，这种的有足济无？很怪癖的，老是看别人不起呀，吼！啊，拢伊上大，伊上高，吼！啊，看别人无起的，吼，拢家己把裤卡做人诶，即马真侪呢，吼！所以迄伊的人际的存折内底当一粒零啊，吼！啊，若要招工，要来去对叫无半个人要扛伊做伙去咧，哇，这得足凄惨的啊，吼！所以讲人脉就是钱脉啦。人啊，做生意吼，啊，做组织拢讲一句啦，吼，啊，咱嘛是不例外。虽然我们是政府，但是你的人脉存折咧，咱承上启下。中央你捌几个，你剥削咱的同心捌几个，慢慢累积，你一大群拢是你的团队，安尼后摆吼，你才会成功，你会当得到别人的资源吼，人家会甲你帮助嘛。哦，啊！你若叫拢叫无半下，要甲伊斗三工，啊！你家己一个要安怎做？吼、哦，所以讲吼，袂使讲去排斥别人，咱一定爱邀别人，邀甲看人真好，啊！你才会得到伊的帮助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你一定爱有人脉，专案就是一个个案，啊，个案子到完为止，这专案呐、啊，吼，就是一个个案。你如果呢，咱在谈判的时阵，一个专案的时阵吼，你一定要到一个达到这个目的，安尼位置吼，卖讲爱清清菜菜，还是无做到你的重点吼。所以讲，这就是人际关系足重要的，吼。
啊，就结束掉啊！你讲无所以然，沟通到没有所以然，你就结束啊！安尼了，迄个时间，搁而且呢，无达到目的，吼、哦！所以讲，你每一个要跟人讲的条件，甲人啊要谈判的，拢是一个专案嘛，是一个个案，吼、哦！啊，到案子为止，结束为止，莫讲不了了之啦。你逐摆若提出个方案，跟人讲的吼，爱要跟人沟通的，还是要跟人谈判的吼，到尾啊，拢好做讲不了了之啦吼。啊，安尼加了时间呢，无达到目的，也表示你的执行力不好。你并出嘴入去，你想要做的代志，一定拢到结束，拢有达到目的甲意义，啊，搁再两个拢足欢喜，吼，皆大欢喜。哦，安尼是。最大最好的沟通能力啊，哈啊，对的人要摆在对的位置，像那个行棋安尼哈，如同一盘棋子，放错位置就全盘尽输。所以讲哈，这个沟通的技巧，咱每一个人看咱咧摆位置，咱带领部下，以咱得讲适才适用啊，哈，咱开会嘛是同款呢。哦，啊，这个就正好讲话，咱家叫起来做主持人，啊，这个就该要带动唱，咱这个该做班长，哦，啊，几个啊在讲话哦，无来你讲什么，啊，你讲什么，这就是讲每一个人，你要做什么代志，迄个角色拢爱摆好势，才会当达到目的啦，吼，啊，卖兵啊提来做将军，啊，将军提来做兵啊，吼，啊，讲袂好势啦。吼、哦，你该会样讲的，你唔好讲啊，唔好讲的，这个啊，这个阮什么人？你叫伊起来口口讲吼，讲无啥物话啦吼、哦。所以讲，这是足重要的吼、哦。所以讲，会全盘尽失啊。来沟通的情境练习啦，基本上就是讲，咱要安那跟人沟通，诶，这个哦，嘛会当练得到啦吼。会练迄个情境的练习吼，领导者的沟通哈，主要是网络型的，还是多元互动的啦哈。咱袂使讲干那单一尔，沟通的情境，咱就是讲每一个人，咱若叫一大群人来吼，咱就是讲每一个人吧，莫讲一大群人尔，啊干那顶悬几个吼，拢因伫遐咧人啦，话拢讲啊，迄都迄几个伫遐咧人尔。安尼吼，这无网络性，你都要达到每一个人，他都有参与心，然后他有，吼、哦，伊有进入这个状况，伊会当投入，啊，不是讲点点听你讲，安尼就不是该沟通了，安尼是伫听演讲，吼、哦，像我即马安尼是伫演讲啦，无互恁讲的议题嘛，吼、哦，所以干那听的尔，啊，恁若伫沟通咧。每一个人爱互伊有发言权，互伊参与感，安尼就有这网络性诶，才会达到最好的效果。毋是讲硬向对白，大家都是讲我嘛是有参与这个代志，我嘛有认同这个代志，啊，你这个代志就成功啊。吼、哦，毋是讲啊，阮都去听啦，啊，都拢三个嗲人啦，啊，讲话好，阮都甲举手都讲好啊。迄硬向对白袂当根深蒂固，把事情。认同不能持久啦，我都啊对人诶嘛，对人很容易变化啦。伊无家己无感觉讲伊有认同嘛，吼、哦，所以讲这网络性诶，你就是要达到每一个人的人心，啊要多元化，无论是老诶、刚诶、贱诶吼，啊是悬诶、低诶，大家拢有认同，安尼多元化，大家拢有认同迄个代志。有认同你安那讲的代志，伊大家人拢有欢喜接受，安尼有达到沟通的技巧，哈。来就是讲，第一，你爱点点听，啊来，你安怎提问？哦，我像即马我咧讲，啊讲了，你会当提问。你若无点点听，我拄啊讲啥，你拢不懂。啊，卡停啊，讲啊，恁有啥物问题要问无？我嘛唔知影要问啥，吼。啊，所以讲吼。诶、欸，伊即个练习中，对话的能力，你就是讲，诶、欸，啊，我等下想的即个代志，我那发问，顶官甲我答复了后，我搁要安怎接即个球，要安怎解释，
我是什么目的，我是什么想法，我才要来问这个代志，吼。所以讲，这拢爱先想哦，好，迄就是一种练习应对的。我是安那要安那讲，我足想，为年轻的时阵就足想要去学讲话。那有人咧教学讲话嘛？对不对？吼、哦，迄演讲有无？演讲课程有咧教嘛？吼、哦，啊，我拢无时间啦、啊。我古早吼，那去红妹吼。半点钟过，我才知影讲我要甲伊应啥物啦。我是遐笨的人呢，所以讲我拢找着机会，一直咧练讲话吼。讲话就是咱的成功之母啊，足重要啊。啊，我讲我过去伫开刀房啊，一日啊就甲住昏去啊，啊拢无咧练讲话啊。迄个人要甲我讲啥，我叫伊算一二三，算甲点去啊，就开始抬啊嘛吼。啊！你要讲啥？所以我拢无学着讲话啦。啊，那不是摇头就点头，啊，不就笑笑安尼尔吼。所以到35岁过吼，崔台青妈妈讲，甲我揪出来西雅会，我讲好。西雅会我无爱地位啦，我嘛不是要伫遐趁钱吼，但是我要来学讲话啦。啊，定定叫去文化大学吼，雄雄的国会长起来敢讲几句啊话吼，啊，规个面拢红光光，比即马较红啦。好，我讲袂出来，但是吼。讲久就足爱听个啦吼，即马我是唔是足好讲话，但是我足爱讲，因为安那我感觉我练了也无够啦吼。啊，迄、那个应对能力就是讲，你爱时常练习啦，吼，练习就讲你和人对话，人若讲安怎，你要应安怎，即足重要。我以前吼，和阮个厝主啦吼，初初个少年个时吼，啊，和阮个大娘姑甲骂吼，我等下诶，甲厝主讲大姐。啊！阮大娘姑啊，佮伊骂我安尼，伊讲啊，你有够无路用的啊！半点钟才想要甲印啥，迄袂付钱啊啦！吼，我袂付钱啊呢吼！嘿，阮的大娘姑啊，计杨金虎呢吼！啊，所以讲安怎？尾啊，我就讲，安尼袂使，拢输了了啊呢！这个讲话足重要的呢！啊，尾啊，换阮第娘姑吼，甲我念的时，我就甲应一句吼，哦，阮处处讲，安尼你有进步啊！吼！伊乌白念乌白念吼，我讲对啦，恁好嘢人讲的话拢对的，我敢那讲一句，软软啊讲了，伊就跳起来，底下哭啊，你敢知？啊，阮处处讲安尼，你胜利啊啦，你赢啦，你即马去就是爱学安尼讲话啦。所以吼，我是感觉真正讲话足重要。我即个所有的课程吼，我来伫读的吼，拢总是要安怎讲话啦。啊，到即马为止吼，我嘛拄着啊个秘书长甲念的。点点啦，你讲话拢伤直啦，因为安那伤直嘛足吃亏的，吼、哦，伤直嘛足吃亏的，不要想什么就讲什么了哈、哦。有时候不能说的时候就不能说，吼、哦、啊，人袂讲点点袂讲你下教啦吼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吼，我是实话实讲也不行哦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艺术吼，这艺术真啊，人讲食到老学到老学袂了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每一个场合，你会讲的话拢爱无相共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咱，吼、哦，你要讲责备的时阵，吼、哦，要对话的时候，责备的时候，你学，这就是讲行为啦。行为就是讲恶力，我即马这个行为要恶力，吼、哦。啊，恶力啥？就是讲我要跟你沟通的时阵。我学你的行动，还是学你的行为啦？吼、哦，所以讲，这个情绪咧，是你感觉安怎？我即马知影你咧感觉安怎，你的反应，你这个情绪咧，人咧讲啥话，人讲足巧的人讲，你袂开嘴，我看到你哪有情啊？就是这个意思啦。吼、哦，你要讲啥，我拢首先。我就看出来，因为在你的眼神和你的表情中间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吼、哦，首先知影了吼，啊，搁而且呢，这个目标呢是讲，我希望安怎样，你一定要以目标为主，这个希望了吼，啊，这个激励就讲，我相信讲，我这个甲你鼓励的，啊，你会照安尼无？达到迄个目的无，所以讲，这个讲话呢，要安那得到技巧，哇、哦，那迄律师就安怎编啊，咱就无像我遐编啊吼。所以，
卖讲俄罗律师啦，因是个赢为主啦吼，啊，也要都不管三七二十一啦吼，个赢为主啦吼，无一定讲是代志是安尼啦。啊，咱一般人你是爱针对道德、伦理、道德啦，一定就是讲讲会通，绝对无变化。啊，律师是讲我变甲赢为主，以你的证据为主嘛。啊，但是事实无一定安尼咧，吼、哦。但是因足好讲话咧，你讲话是绝对输伊的吼、哦。啊，来拒绝时有关明确的事项，由于真实的理由无法达成的要求跟目标的过程，就讲你若被拒绝。你在讲代志的时阵，人无要甲你接受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这个明确的项目啊，甲是这个事实的理由，你无法达成的时阵，目标这个过程，你要安怎去讲，吼、哦？所以讲每一个你要讲讲，你一定爱有明确的这个事项，无明确的事项，你可能讲讲无所以然呐、啊。所以讲呢，你呢吼，这个真实的理由啊，你莫去借别种，吼、哦、自私自利的理由，讲以私济公啊，以公济私啦，吼、哦，你讲以公济私都唔对啊，咱是莫安尼以公济私啊，吼、哦，你其实是要讲你家己的利益，但是你讲这是顶管的需要，吼、哦，这种的无明确的迄落。一定要用起转嘛。那么你那是有公正吼，诶、哦，正确的观念，互人拒绝的时阵，你一定较少，一定人袂甲你起转啦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，如果你若有哦另外的想法，有自私自利的想法，所以你就无法度达到目标啊。这个过程呢，你是足尴尬。所以讲吼。哦绝对是卖安尼吼，啊，所以讲有五项负面的情绪哈，就是在谈判的中间，咱袂使有这五项啦。你悲伤，还是讲愤怒，还是讲恐惧、羞愧，还是嫉妒，这种的情绪啦，的影响你跟人沟通的效果。所以这个效果啦，你袂使跟人谈判的时候，你的心情足无轻松的时阵，跟人谈判，把人家的思维拉下来，还是讲你足生气的时候，跟人讲话，我都还袂气袂煞，啊，你把这个气氛带进来，那个也不行啦。还是你讲足恐怖的时阵，你感觉足恐慌的时阵去讲这个代志，还是真歹势的时阵，还是足嫉妒的时阵。你去做谈判，绝对袂当达到目的，这拢爱注意。你爱心平，吼、哦、心平静的时候，你才去叫人，吼、哦、契合的时候，你爱搭囝叫人来讲话，安尼吼，较会当讲了较圆满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来沟通阻碍发生来处理啦。咱若是讲谈人伫谈判的时阵，吼、哦，迄沟通受到阻碍。你要安怎处理？足侪人都无法度处理啊，对不对？那么你做一个主管，你面对的顶管也好，下底也好啊，绝对袂使跟人家吵嘴冤家嘛。吼、哦，迄条讲啊，咱即马讲的话讲迄幼稚啦，吼、哦，啊话讲叫小朋友啦，啊话可以讲较好听嘛，讲幼稚嘛，吼、哦，啊话咧，哎讲水准无够啊，啊安尼要安怎做主管？主管要有担当啊，吼、哦，一定要有担当，绝对袂使像讲个囡仔咧冤家安尼吼。咱就是做老爸老母，做主人嘛，大人咱就大人啊，袂使像囡仔咧冤来冤去啊，搭来搭去嘛，吼、哦，安尼就是无成一个主管吼、哦。啊，来就是讲，咱即个要发生阻碍的时阵的处理啦吼、哦，就是上好先停止。先停止啦吼，讲来啉一个茶才阁讲，
休困五分钟啦，啊，无讲上上厕所也可以啦，吼，咱上化妆室啊，卖去哦，即个冲突总爱安尼发生起来安尼吼，甲火伫烧啊，较紧水泼落吼，就先休困。要处理，就是一定爱先停止，无会阁继续吵闹落，就大家吼，讲无好看面啦吼，啊，来加强准备。咱即马停止了后，咱爱加强来准备，讲确定我要安怎讲。哦，上个化妆室想想诶，啉者茶想想诶，等下要安怎来缓和这个气氛？吼、哦，再继续搁来讲。吼、哦，啊来圆谎处理。吼、哦，讲搁未好势，啊无，咱讲然后吼，大家等下考虑考虑，研究研究，我们再来进行。绝对袂使啊！好啊，算了，无爱插恁啦，啊，无准拄好个啦，啊，无你要安怎？吼、哦，安尼袂输，要冤家相拍个吼，安尼会把自己搞砸掉了吼、哦。绝对安尼是毋是上好个中瓜？你讲甲人袂当接受，人有甲你反对，而且人话个甚至要找你冤家，毋过你目的还袂达到，你嘛袂使讲准算了。安尼，家己满面全头花，你不如无提出来这个方案嘛，吼、哦，不如卖去进行嘛。所以讲，安尼表示你的能力有欠缺，所以你就不如讲延缓啦、啊，延缓处理，好，等两天我们再来商谈。卖讲安尼，你若是讲爱结束掉啊，表示你认输啊啦，认输啊，无法度去做执行。能力里面那做主管、哦，不管人家你反对，你只要是对的，你坚持，要用这三种、四种、五种，哎，诶，这个处理方法，啊，就坚持沟通啦、啊，哦，你搁等下想想的，再过来跟我讲，安尼可能会较好，哦，啊，所以讲，来就是。协调了哈，协调就协调啊，要协调啦。无咱爱用参详的，看是要安怎讲，吼、哦，还是讲咱来面笑笑，啊，你想咱安怎较好？问大家人的意见，啊，该可以再进行安尼。所以呢，咱的嘴一定爱较甜一下，啊，腰爱较嫩一下，智障者的表情啊，歹势歹势歹势。啊，加一个啊吼，安尼怣怣呆呆嘛无要紧吼，好、哦、化解人对你的敌意，甲你攻击啦。吼、哦，你若愈强势吼，人会愈攻击啦。吼、哦，人讲诶，迄水甲棉花最软吼，迄、哦、绝对拢拍赢。吼、哦，啊，水听好去下选招哦吼、哦，所以愈嫩诶人是愈厉害，毋是强悍表示讲，哦，我安尼吼绝对赢，讲话搁较大声。大家拢唔敢加应，你那是把你的部下吼，管家大家拢点点无半句话吼，像人民公社安尼，你就是失败的啦，对不对？对吼，吼，所以讲呢，别使把人管家那得管动物安尼吼，那每一个人拢平等呢，所以讲绝对就是一定吼，爱嘴较甜一个，爱腰较嫩一个。啊爱诶，时常做一个较可爱的表情一个，安尼会得人听，搁而且吼，看人会介好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吼，即、这个临场的反感呢，反应啦，就是你拄到的迄个反应，你家己爱做好，唔好讲甲人大家吼，啊安尼，拢悄悄的要离我，你搁家己在遐一直表演呢。吼、哦，安尼就是足闹开的啊！吼、哦，人大家已经拢无爱听，啊，拢报安尼，啊，拢这你会讲要化妆术一个吼，等下拄啊剩你一个尔尔安尼吼，你就是头壳足歹啊，无感觉到人的反应啦。所以讲咧，临场反应要很快。你讲话感觉人不适当的时候吼，人无咧听，也无同意的时阵，你就爱临机。变硬要一定要出来哈，心意要爱诚善，要礼貌，要友善，一定袂使讲安尼硬冰冰啦，哈、哦。啊，搁而且呢，袂使无礼貌。咱台湾的礼貌吼、哦，已经丧失啊呢。
咱日本人爬起来讲会蚵仔叶，对无吼？我学头一句讲，啊，着真好学咧。透早起来讲蚵仔叶啊，啊，阮在岐山内门迄家先生咪蚵仔足大堆吼，蚵仔叶甲讲出来，着一句日本话安尼。吼，我着讲，日本话真好，又学，我会紧来学安尼吼。啊，毋是要困一点钟听替补，啊来跟人黑白讲着讲话啊，我无去学校读啊，五十音尔吼。啊，所以讲咧，咱的礼貌咧。全世界上好的什么人？啊，咱是不是日本人？啊，咱有遐好无？咱搁要做人的安尼基呢？哦，秘书长讲咱爱做安尼基，对唔对？安尼基爱搁比人搁腰宽两对哇？咱日本人几度？哈、啊，九十度，啊无披个涂骹，哈哈哈！哦，安尼，哦。咱哦，上无嘛，含因拄拄啊好安尼吼。全世界上中诶，军队上强诶，啥物款人？啊，咱嘛是要做日本人咧，咱嘛是爱穿伊遐中，啊，搁遐有礼貌，安尼好唔好？好，家己拍一个扑来。啊，后摆若无咧，秘书长讲安怎？会腹肚疼，哈，恁家讲的哦，吼，吼，所以讲呢，咱一定吼学日本人的习惯，咱要做主管，一定爱甲以前的官拢总无同款，尤其是咱即马吼军校，咱军校已经出来最基层的，上接近咱的人民甲老百姓，爱予刮目一新讲，哦，啊，即马靠即阵安尼个。上好是安尼，我足期待是安尼啦。哦，看到人了，阿桑你好，阿伯你好吼，阿人会惊到呢。咱拢来惊人好唔好？真正爱互惊到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佮而且出转去吼，爱打扮到吼，像这个帅哥安尼，起来互看一下，我过一下。因为伊是阿兵哥啦，所以人伊的服装非常准时吼。啊，穿安尼出来有升大官无？有吼，大家拢爱变安尼啦。啊，出去哦，恁的亲戚讲，这个最近唔知钓大乐透还小乐透的吼，啊，无开拢穿只青吼，遐奇怪。啊，你就甲讲，是啦，我就是来台湾民政府做义工啦，即后摆啊要来管理咱这个政府嘛，啊，就顺便会当宣传啦。你敢那穿哦足水啊，这啊无啊，到这个是啥安尼吼？人就甲你问啊，你唔免提广告单，一直女人佫无要甲你提，吼、哦，佮是袂袂，即、這个牛保险还是讲要做传直销咧？人第一就讲，即要甲我乌钱啊咧吼，所以咱穿哦足水，啊，互人问就是一种的广告佮形象。所以雄雄讲恁亲戚，啊，你即摆安尼，安尼都升大官咧，啊，你有要做无？那无我会甲伊引进咧，对无？啊，唔免包红包互我吼，我佮。带你来，佮了时间带你来，所以吼、哦，咱一定爱做别人毋捌做过嘅代志，安尼好唔好？所以咱嘅身份证咧，咱伊拉克含咱单只办吼，已经两百几万张咧，咱办两万几张啊。所以讲动作伤慢是安那，咱袂使完全拢怪讲六十八年来嘅洗脑啦。咱较毋忙说，咱拢随听着随来，对唔对？所以吼、哦，我拢讲家那想起，我讲，我借问你吼、哦，咱这世间好业人较侪，善良人较侪，对。啊，讲一句，我讲你讲了对啊，阮就是较巧迄种人啦。啊，那有机会，阮走台生嘛，唔是咧对人嘛，吼、哦。所以讲较特别，你都会当较发展啦，吼、哦，就马上打开他的思维，把伊的智慧挖出来。有影咧，啊人是安那较会好个，嘛相共两只脚、两只手啊，插伫个头壳尔尔嘛。啊，你个头壳开无爱摕出来用，啊白白食白济米呢，啊做无共款个代志，马上让他可以动心讲，安尼我嘛是要跟人共款，无你惊要定定个排队讲，你八成个人吗？吼、哦，啊安尼会当讲吼。就一日过一日，安尼要算啥物啊？吼、哦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咱人唔是普通的动物呢，我们是要有智慧的。吼、哦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咱
进入到最高单位，咱一定爱甲人无相共，穿插无共，讲话无共，哎、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吼、哦，即马去吼、哦，咱一定爱改变自己。啊，咱来冲突管理啦，吼、哦，咱来情绪冲突管理都只黑嘛是冲突啊，吼、哦，咱来情绪控管，对事不对人，你那是看人讲代志。袂使人身攻击，袂使批评人，这绝对失败。咱对代志就是讲，为了改善事情，要改善这个代志，互伊进入状况，互伊变较好。咱唔是批评东批评西，袂使攻击人，袂使批评人的代志。吼、哦，啊，像我一挂反叛分子。啊，讲东讲西，秘书长拢无反应嘞，但是我听真艰苦。讲到因某什么大陆啊，恁那伫遮，大家嘛有看到，咱的夫人对不？什么中国啊派来的什么间谍啦？啊，无话讲加热，那个是水准很低，吼、哦，讲话未使讲迄无水准的吼、哦。所以讲吼、哦，咱的对事是无诶、欸，对事是无对人啦、啊，咱未使人身攻击。千万不可以人身攻击，啊，不当的言辞。咱人若讲过这咧，绝对规世人人甲你记条条，而且对你的伤害足大。吼、哦，讲话卖去讲这种诶人身攻击诶，吼、哦、啊，出口骂人啦、啊，为人足爱骂人诶嘛，是毋是？出口伤人吼、哦，是绝对不可以。啊，所以不管言扁都站得住脚。你讲好好叫，就博甲输去。咱本来好好跟人讲，就足好个咧。啊，你去攻击别人，还是批评别人的时候，吼，人讲个比较讲，我用一个表情，我一直要拍这个人，啊，人拢闪乎你，你无爱，你家己就拍落去。因为你若人有去甲你动吼，你有拄到人，你阁还要反弹过来嘛？人若拢无爱插你的时，你家己就拍个头壳落去啊！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啦。所以讲吼，咱对事不对人，对事咱是要研究这个代志，互伊研究呢，唔是讲啊，这个人咱就一定甲汰掉啦，爱伫这个人就是无路用啦，安怎？绝对不能这么想。我们的上司、同事、部署都是我们的宝贝。人皇帝，日本的皇帝讲，就是伊的一身躯啦，唔是伊的目睭，就伊的鼻啊。大家都是宝贝，吼、哦、啊！但是咱对代志爱研究，咱提出来讲，就是一定不能人身攻击。所以讲吼、哦，对事无对人的意思，咱一定爱抓重点。咱伫社会吼，常常。常常讲代志，讲甲骂人家伙啊，十八代拢共骂了了，啊无十，因兜十八代拢共请出来，哦，那这是无修养、无道德的观念啦，绝对不能这样子吼、哦。咱若要做一个伫社会吼，讲、哦、互人尊重的人，绝对不能这样出口骂人啦吼、哦。不管言辩吼、哦，你本来是徛的，讲好好叫我跋甲输去啦吼、哦。本来你的立场是。无啥物唔对，但是你若有做这个动作的时阵，你就变输家，哦，绝对就是失败哈、哦。啊，一旦双方吼、哦、撕破脸吼、哦，想要复合，需会更多的时间，甚至没有办法。就是讲，你若跟人贴破面啦吼，啊，贴破面的时，你要复合吼、哦，是无可能啦。人讲吼、哦，真正你讲，哎，破镜重圆，啊，还是有裂痕呐、啊。所以讲，上好是莫跟人有这个代沟，啊，尽量有代志，咱讲讲啊，啊过去就算了啦。啊，唔是分家几个，我这行上好啦。什么人呐，跟我吵架啊，是吵一吵吼，等一下我都跟他很好啊，我袂恨啦，因为咱讲代志就是要把迄代志创好尔，唔是要结冤仇嘛。啊，世间无外久，你结冤仇要创啥？啊，人拢是爱有，拢是有姻缘嘛。啊，姻缘我们是要结善缘，不要结恶缘嘛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代志讲过就好啊，不要老是在那边恨来恨去，恨来恨去吼、哦。啊，规个拢总是你的仇家，啊，你怎么过日？大家看到你拢乌银都白银，拢无要跟你相照嘛，啊，是不是足痛苦？对不对？所以讲吼、哦，一旦撕破脸吼，咱、哦、很不容易
来复合。所以呢，咱若讲去讲过，就爱遵算了，无啥物天大的冤仇啊。尤其咱做咱的父母官，咱的补习也好啦，定时间念也好，过去拢爱遵算了。恁若学好这样的一个习惯嘞，吼，恁规家嘛袂嗲吵吵闹闹，人拢是呐，很会记恨呐。啊，即摆一个代志过安尼过几十年后吼，要阁讲你古早甲我讲啥物，啊，阁记条条，安尼唔关家，唔关家嘛奇怪，是毋是安尼？吼，所以讲咱这拢爱足注意，所以呢，咱时间无啊吼。后壁是要阁真济，咱危机处理特性吼，就是讲一体两面，危机转机、契机，这拢是讲啊，当你冲突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挽回这个情境吼？我会继续说下去。啊，若有兴趣的人，会当入去妇女会网站，可能一礼拜内底会好。啊，若无呢，你会调咱这个每一期的高级班的课程吼啊。甲找我讲的出来都拢有吼，因为咱的这个是真重要，以后也可以拿来做部署的教材啦吼。那每一个台湾人啦，大家拢教教哦，那足有规矩，足有礼貌吼。啊，大家相亲相爱安尼吼，全世界吼，咱足和乐的，莫斗来斗去，安尼好不好？